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知道。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寮里面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也全通。他在逃难的时候，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。诸位要记住，那个时候，六祖大师24岁，还是在家乡啊。无尽藏比丘尼，一生受持《大般涅槃经》，《大涅槃经》啊，《大涅槃经》的分量很大，有两种版本，一种40卷，一种37卷。那么他在念经，能大师在旁边听了，就懂意思，讲给他听，他听了很高兴，拿着经想再请教，他告诉他，他说我不认识字。他说你不认识字你怎么能讲啊？他这桩事情啊与文字没有关系。所以他念，他讲给他听，无尽藏比丘尼开悟了。六祖一生度了43个人。在坛经上有记载，43个大彻大悟的，也就是说，43个人呢彻底放下的。那么其他跟六祖时间再长，都放不下，就没法子了。所以放没有彻底，当然他也放下一些。你比如说放下执着啊，这个分别妄想放不下，或者能够放下到这个分别啊，起心动念没办法，那这种人就太多太多了啊。这43个是连妄想都放下了啊，也就是华严经上啊初住以上的境界了啊。没有放下的是性慧啊，在失信位的人很多啊，所以同学们一定要记住，我们要想真正成就，你不放下是决定不行的啊。你放下你所得到的智慧啊，这个德能向好是没有办法，是你无法想象得到的啊。可是你听了这个，不要生起贪心，我为了要开智慧，为了要德能向好，我才能。你这一个念头在心里面就是一个疙瘩，就是一个严重障碍啊！你要知道，世出世间一切法。像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《大般若经》说的更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你才能入境界。我要想求得智慧，我要想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像六祖大师一样，一切经摆在我面前，一听就明了了。你有这个念头啊，你永远不能入门。为什么呢？妄想当家嘛。这一桩事情真的是
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啊！啊，所以要用真实心去做，不能用妄心啊！啊，所以学还是老老实实去学《弟子规》。啊，慢慢由迷去开悟。啊，这个顿悟啊是顿不了的。啊，千万不要把路子走错了。啊，按部就班，学《弟子规》，学《感应篇》，学《十善业》，学《沙弥律仪》。啊，学《菩萨戒》。啊，从这个地方奠定基础。踏踏实实啊，你才会真有成就啊，心量要拓开啊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中国谚语所谓量大佛大了啊，心量小的人哪里有福报啊，第七个德号无上士啊，士是读书人，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，经上说在诸法中呢如涅槃无上啊，这是古印度一切法里面的涅槃是至高无上的啊，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是灭啊，就是四谛里的枯寂灭道啊，翻作灭，又翻作极灭，或者翻作圆寂，啊，圆是圆满，寂就是寂灭，啊，灭什么呢？给诸位说，就是灭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三样东西通通没有了，就叫涅槃。啊，这是一切法当中至高无上，在一切众生当中呢，佛也无上。故称无上士啊，一切大众当中为什么佛无上呢？因为佛证得涅槃了啊，也就是佛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灭尽了啊，完全没有了啊，所以在一切大众当中呢，佛称为无上啊，在中国翻成士，士是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啊，那就像前面世间劫嘛，那知识分子就至高无上了啊，这奇怪的，他不学他就懂啊，我们一般人学了还学不懂，学了一辈子的还不懂，他不学就懂了。世尊在华严出现品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跟六祖所说的完全相同啊，如来智慧，如来是自信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没有限量，没有边际的，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，那是你自己自信里头有的，只要你把障碍去掉啊，除了智慧之外还有德能，还有相好啊，后头说但以
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把我们的毛病说出来了、我们跟佛没有两样，是一不是二、只是现在什么呢？因为有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变成个糊涂佛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虽然糊涂，他是佛，他不是假的。他只要哪一天把他的障碍去掉，他自信现前了。那个障碍不是真的。智慧德相是真的，永恒不灭。妄想分别执着是假的。像乌云遮到太阳一样，太阳是真的，乌云是假的，总有时间它会散掉的。因此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可以轻慢。那你要轻慢，就是轻慢佛陀，连蚊虫蚂蚁都不可以轻慢。他的业障比我们重，变成这种身相。如果他要是真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他立刻就成佛了。那他在我们之上呢？我们比不上他。你怎么可以小看了他呢？普贤菩萨教我们呢，礼敬诸佛，一切恭敬啊，这有道理啊。恭敬是信德，尊重是信德，对一切人事物应当要恭敬，应当要尊重，应当要敬爱，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的性德自然流露，这就是你的成就啊！从这些地方能看得出来，你修行的功夫，你的境界，处处表现的是自私自利，你是凡夫啊！你在造业，那就错了。第八个德号，调御丈夫。佛某时候，这是不一定有时候用柔软语，又有时候呢用苦切语，能调御丈夫，实如善道。这个丈夫是对人的尊敬，就是大众调御大众，帮助他入善道，所以叫调御大夫，调御丈夫。那么我们读了之后，用中国一句俗话很简单的就说明活似老，你们想对不对？诸佛菩萨是活似老凡是有冲突的地方他去了就能把调解了。调是调节，欲是统御，他能够把问题、把这个纷争化解，能够教导大家和睦相处、平等对待。
啊，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周边的人对佛法修学的根底很脆弱，功夫不得力了，烦恼习气非常严重，我们要用很长的时间去调节去帮助。那这个很长的时间你要忍耐呀，你没有耐心怎么能成就呢？啊，所以六波罗蜜里面你看金刚经里面讲得很好，讲得最多的布施忍辱啊，布施什么？放下自己的身段，耐心为别人服务，连羞辱都要忍受，你才能帮助人回头。啊，你不能忍，就不能行菩萨道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忍？因为有自私自利，你就不能忍。如果没有自私自利，忍辱度就不难了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啊，人有你有自尊心啊，有傲慢心呢、啊，那就不能忍了。啊，如果一个人的时候没有贪嗔痴慢疑啊，那这忍辱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忍辱是性德。自然流露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不是这一生修成的，《梵网经》上讲，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，是第八千次了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就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久远界早就成佛了，他到这儿来是表演的，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，表演的很辛苦啊，八相成道啊，降魔苦行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啊，讲经教学49年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要没有忍辱波罗蜜，怎么能做到？啊，他为谁呀？是为一切苦难有缘众生啊，所谓有缘，能行、能解、能行、能证，这有缘。那、啊、他不相信的，那就没法子了啊。毕竟还是不相信的人多，相信的人不多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相信他的大概1/3了啊，跟他修行的呢，听他教诲跟他修行的，又是相信里面的1/3啊，所以到最后的成就的时候，人数并不是很多啊，这是这众生的缘不一样啊，虽然一生不能成就，总是给他种了善根了啊。那么这些有善根的人，有些人在正法时候成就，
有些人可在相法时候成就，有些人在末法时候成就。啊，有些人的时候必须到来生来世啊，其他佛出世的时候，善根成就。佛帮助众生，生生世世永无休息，与众生有无所求。啊，确确实像慈母对他的婴儿一样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那个时候的心有求吗？除了全心全力那种深情热爱之外，没有一个妄念的。而佛菩萨的恩德超过慈母啊，慈母对我们是一生的，佛是生生世世啊，所以众生不知道感佛的恩，啊，不知道感恩，是因为不知道佛对我们有什么恩。啊，所以调御，我们要非常非常的重视。要认真学习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永远不能跟人家有争论。那这调节化解冲突嘛，你怎么可以跟人家起冲突呢？那不就错了吗？啊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完全讲的是心得。啊，信德里面从来没有跟人对立的，绝对没有冲突。那么特别是我们生活在现前这个世界啊，现在的社会，整个世界各种方方面面的冲突啊，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，说得更深一点的，自己身心的矛盾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本性跟习性的冲突，达到最严重的程度啊。怎么化解？除了通达大乘的道理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70年代，英国汤恩比博士说，大乘佛法能拯救21世纪的社会，很有道理啊。啊，大乘确实能把问题化解掉啊。啊，如是劝善归过，叫你做好人呢，
真正问题还不能化解。啊，讲得不够深入啊。啊，用儒来治标，用佛来治本。标本兼治，确实。对这个社会有最大的利益啊！可是现在学儒的人少了，学大乘的人更少了啊！汤恩比波斯虽然是这么说法，在这个时代能不能收到效果呢？但看这个时代有没有人了。啊，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啊，过去我曾经参加过10次这种世界和平会议，我在大会里面提出这一个大问题，几十年大家都在谈消灭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这大问题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内心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做起，真功夫啊！我们还有跟人、跟事、跟物对立的这个念头，那这个化解冲突是永远做不到的。找谁呢？除了找自己之外，找不到别人的。啊，所以一切要从我心做起。啊，我有救了，社会就有救了，众生就有救了，世界就有救了。我救自己都救不了，还能帮助别人吗？啊，讲到终极，还是一个方向。啊，放下跟人的对立，他跟我对立可以，我不跟他对立，他跟我冲突可以，我不跟他冲突，问题就化解了。啊，这个是佛菩萨教化九法界众生的，完全是出于自信，出于信德啊，智慧、能力、方法都是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，不在外面。外面找不到中国古人又说精诚所至啊，
今时为开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诚意有没有？所以今诚，这个诚里面一丝毫掺杂都没有。我们讲纯净纯善，这今诚呢，用这个心对人。对事对物，没有行不通的。再严重的矛盾都能化解。再严重的冲突都能够融合。下面第九个德号啊，天人师。佛为人即天之导师，能教示其应作不应作，故名天人师。所以出家不是容易事情。古人有所谓，出家非将相之所能为。将是什么？元帅。相是什么？叫总理。首相。他们做不到啊，你能做到啊，你比他高很多啊。为什么？你的思想言行是天上人间的好榜样。那么是问问你做到了没有？我们现在很侥幸出了家了，做了佛门的出家弟子了，我是很侥幸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在清朝之前明朝那个时候在以前的，我们没资格出家为什么？出家要经过考试，考试非常严格普通的科目你要能够达到进士这个水平，还要考佛法最后的一关面试是皇上皇上要亲自面试，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做我的老师，皇上的老师。你才能代替皇上教化众生
真的是天人师啊！啊，他认为你德行、学问、啊言谈举止，他都很满意了。他发给你文凭，叫度牒。你拿到这张度牒，你才能出家。啊，至于你到哪个庙出家，跟哪个和尚出家，皇上不管。你在任何地方出家，你那个剃度师一定要问你有没有度牒。没有度牒，要是跟你剃度，他犯罪，他犯过法。啊，所以这样的限制啊，我们哪有资格出家了？那个太难太难了，所以出家人的素质高，啊，皇上的老师。所以出家人这个在社会地位啊，受大众尊敬。他有道理的啊。那么这个制度是顺治皇帝，清朝入关第一个皇帝顺治，他把它废止了啊，从此以后不考试了。这桩事情印光大师在文钞啊，文钞里面有好几次这个好几篇的文章，对于这桩事情是严厉批评。啊，顺治皇帝这桩事情做错了。啊，在当时虽然有一些方便，啊，真正有真的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想出家，啊，但是考试通不过，这一废除之后啊，这些人都能出家了。啊，可是演变到今天，佛门素质一落千丈。啊，把整个佛法毁掉了。印祖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可是现在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已经出家了，为什么出家？出家之后又是为了什么？总得想清楚。啊，早年我讲经也常说，这个世间的饭呢，最不好吃的就是佛门。啊，我做乞丐，我就讨饭，这个饭好吃啊。人家布施给我的，施舍给我的，不要求我回报啊。唯独佛门。在家居士的这个供养，他求的是什么？求福，众福。我们啊，所以出家人是福田僧呢。我真的是福田吗？真的能给他众福吗？这个要想一想。如果我们自己做的不如法，那就是古大德所说的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须弥山，精神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。所以世间最难吃的是佛门里面的这一碗饭难吃啊。
相信因果的人懂得。啊，再想想世尊当年在世那种苦行，历代些高僧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，我们今天做过的是什么生活，我们今天干的是什么，人家干的是什么，两个一比照，我们的前途不堪回想啊！想到前途，毛骨悚然。啊，可是也真正佛法到今天是存是亡，是兴是衰，关键就在这个时候。如果我们真的发心，把佛法起死回生，那真的是无量功德了，祖师大德都不能比啊！如果我们做不到，那肯定是阿鼻地狱，绝对没有第二个地方好去。啊，往生净土，那是你的愿望。是一厢情愿，啊，所以总要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我们应该如何修学？啊，学习的环境，个人缘分不一样。真正肯学，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都能成就。你看古来这些高僧大德，这些祖师们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传法这些大师，哪一个人是佛学院毕业的？啊，古时候没有佛学院呐。到民国之间才有所谓佛学院，古时候没有啊，世世代代弘法讲经的啊，连我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，我记得1977年30年前，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，在香港住了4个月。啊，正好呢遇到演培法师，我们也是老朋友。啊，他到香港观光旅游，啊，我陪他，我们有10几个法师陪他。啊，他是个讲经的法师。谈到啊，当代几个讲经的人，哎，他说：“你们想想看，我们现在当代这几个讲经的，哪一个是佛学院出身的？”啊，他还指着我，包括你在内，真的都不是佛学院出身的。啊，那么自古以来，这讲经法是怎么培养的呢？都是讲小作出身的，
啊，听老师讲经，讲完之后，明天复讲，啊，把听老师所讲的东西重复讲一遍，用这个方法了。自古以来是这个方法。那这个方法是谁教的呢？给诸位说，阿难尊者教的。佛陀圆寂了，集结经藏的时候，主持人是大迦叶尊者，找谁来复讲呢？找阿难。阿难的记忆力特强啊，让阿难上台，把释迦牟尼佛所讲的经重复讲一遍啊，他听得多，他是世尊的侍者啊，等于说一堂课没缺啊，啊，由他来复讲，所以世世代代，我们就用复讲这个方法培养弘法人才。啊，那么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师学讲经，啊，老师用的是这个方法，啊，复讲有规矩，只能讲老师所讲的，不许可你参考任何资料，啊，你说加一点东西进去不行。不准你自己发挥，完全照老师怎么讲你就怎么讲啊，老师讲错了你也讲错，老师负责任啊，你不可以加啊，你说不记得漏掉了，漏掉可以啊，不能添加。老师讲一个小时，你至少要能讲40分钟算及格。如果讲不到40分钟呢，你就被淘汰掉了。啊，你没有能力学经教。啊，最好的老师选中的时候，那应该的时候至少要讲到50分钟。啊，这个老师会把你选拔出来。啊，那就是嘛，多给机会给你练习。啊，你能够成就。啊，你是放在了第一优先。啊，老师没有私心，没有偏爱。完全看你学习成就，给你排顺序。不容易，相当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老师讲只讲一次，不讲重复的。你记不住，你就没办法。所以要有很好的记忆力。啊，那我在年轻时候，记忆力还算不错。啊，我听老师讲一堂课，我的记忆力能保持一个星期，可以能够记到90%。啊，我上台就讲，老师讲一个小时，我至少可以讲55分钟。啊，有这个能力。不准记笔记的啊，完全是强记，有这个能力你才能学讲经，没这个能力不行。可是现在方便了，现在有录像有录音啊，同学们听了一遍可以听第二遍听第三遍
听十遍，听二十遍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中等根性的人都可以说出来学。啊，像从前这些工具没有，我们学经教的时候，不但没有录像，录音都没有。啊，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录音机。啊，五十年前呢，啊，所以现在方便呢。现在一个小时的经，你可以听二十遍、三十遍、四十遍，哎，渐渐就听会了，听熟了，哎，老师不让记笔记还是有好处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叫你专心。第一个，把意思听懂；第二个，把老师的话记住。这个在佛法叫持戒，啊，绝对不允许你就收集参考资料，你就补充，那就毁掉，那个学不到东西，啊，所以它是持戒，持戒因戒得定，啊，你就专一嘛，资料都不要去查嘛，啊，所以你心清净，啊，有个两三年呢，你就得定。定个两三年，人就开智慧了。智慧开了就通达了，不能像六祖那样一切通达了，你可以通达一部分。啊，所以还是依照戒定慧三学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你才不会错啊！啊，你才能做得天人师啊，啊，不吃苦头不行啊，不真干不行啊，啊，最后一个佛号佛世尊，啊，佛翻作智者，翻作觉者。也就是无所不知的人，无所不觉的人。啊，世尊，世是世间，就是天上人间，尊是尊重。我们现在一般讲尊敬的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为世间所尊敬，为世间所尊重。那么佛跟世尊，这个里头是两个名号。两个名号呢，那就变成十一个了。啊，古德有说，从如来到佛十个号。居住这十个号，为世间所尊重，则称之为世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说了，世尊是居住十个号的总称。这个说法了，很圆满。我们一般呢可以采取。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说了三个佛号，啊，三个德号，啊，第一个是世尊的总称呢，第二个是善事，第三个是如来，啊，应真等觉，啊，
也可以说因是因果。啊，等正觉也是佛号。啊，唯愿如来，啊，唯愿哀民出此宫殿。这个是请法的仪规。啊，清凉大师这个注解我们把它念一念。于中三业从敬以为情矣。这是请法的仪规。言善来者应机来故。啊，不来相而来故。待法界会而来故。这个意思我们下一堂再解释。啊，因为待法界会是什么意思啊，需要说明。三乘善来者喜之至故啊，欢喜极了。取三号者乐叹得故啊，那我们把十号都说明了啊，这叹得的圆满。愿爱出者西藏圣天的希望，我们要依靠如来佛陀的圣天生大富啊，唯有如来这个这么大的福报啊，才能给众生带来真实的大富啊，大富必定有大智，没有大智啊，哪来的大福呢？啊，所以福智啊，永远是连在一起。好，这一句，我们下一堂呢，再略略的加以解释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